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私人岛屿投资日益成为寻求独特度和隐私的买家们的热门选择。本期分享的 Long Coco Caye 是加勒比海最独特的岛屿之一。Long Coco Caye 坐落于距离伯利兹普拉森西亚半岛海岸约12英里的位置，约30分钟的船程。该岛位于南部的维多利亚海峡和笑鸟礁海洋保护区之间，距离伯利兹堡礁也不远。Long Coco Caye 是普拉森西亚地区和伯利兹整个南部最知名的岛屿之一，覆盖了超过2公里的海岸，包括皇后区土地在内的岛屿面积约为40英亩。岛上覆盖着数百棵椰子树和高大的松树，树根深深伸展，为土壤提供稳定性，防止风暴期间土壤侵蚀。该岛形状酷似数字6，在岛屿的西部边界有自己的私人泻湖。这个泻湖宽阔，约300英尺宽，1000英尺长，水深约40英尺，入口通道足够宽广，足以容纳巨大的游艇或船只。无论岛屿周围的风力如何，泻湖总是平静的，适合水上活动，是儿童和成人的完美游乐场。此外，岛的西北端还设有一条可用作直升机停机坪的跑道。东部的深水港和西北部的浅白沙滩使该岛的地理特征更加多样。岛上有3个码头，总长度达150英尺，深度良好，而面朝东北的小沙滩则提供极佳的浮潜条件。Long Coco Caye 还拥有自己的珊瑚礁，为无数海洋野生动物提供家园，也提供了令人惊叹的浮潜和世界级的垂钓体验。这里海水平静而清澈，深受专业渔民和休闲钓鱼者的喜爱。岛上设施齐备，拥有6间约950平方英尺的宽敞小屋，每间配有私人浴室、异国情调的桃花心木饰面、吊扇和面向加勒比海的玻璃窗。基础设施包括太阳能电力系统和备用柴油发电机，确保岛上的电能供应。此外，岛上还有多个储水箱以及两口淡水井。 Long Coco Caye 是加勒比地区唯一有淡水井的岛屿，分别位于岛的南北两端，为岛屿提供全年充足的水源，可用于洗涤和淋浴。岛上还配备了化粪池系统、2间看护房、1间储藏室、2个装卸物品的码头以及内部道路。岛上的网络信号稳定，确保与外界的畅通联系。迄今为止， Long Coco Caye 只有1/4的区域得到了开发，这为新业主提供了极大的开发潜力。购买者可以考虑进一步将其打造成一个豪华度假胜地，包括大型游艇港、精品酒店和水疗中心。不论是个人购买还是公司购买，买家都无需在伯利兹支付印花税。 Long Coco Caye 是永久产权，目前正以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。如有兴趣，请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